今天早上大概10点多左右，有一位男子哦，他就持枪械到数位部一楼大楼，然后大声高喊他是反政府人士，然后就对我们一楼的这个牌面开枪。那我们的警卫同仁很快就制止他，然后同时报警。那辖区警方很快就到达，然后就把这位男子带回。对，根据声明，有这一名男子，他原本一次是想要闯入办公室吗？对，他本来想要上到二楼的办公室，但因为我们的警卫同仁有立刻通报，所以各楼的门是把他关起来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去。听说这一名男子他疑似是拿着空气手枪，有进一步的证实这件事情吗？这个可能要询问警方，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他的枪械的状况。那现场就是针对目前的状况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呢？相关的证据跟这个监视影像，我们都已经交给警方，这样提供警方做后续的侦办。根据这名男子他提到说反政府的部分，那区块部这边有没有进行什么回应？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他的不满？这个由警方去针对他案情做了解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揣测。那接下来进一步的就是一些后续的处理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呢？我们尽快把我们办公室复原，让大家上班。这个男子来过吗？哎，这个好问题，我不知道。我们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这里有没有来过啊？对，之前书画部有人闹事过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吗？这是第一次。你的闹事的定义是什么？如果有民众来澄清，算不算闹事？吵架算不算闹事？所以我不太理解。那你要界定啊。都不是你的问题，你要先界定啊。就澄清如果算的话，那我不认为澄清算了，我也不认为吵架算了。所以如果你要用这样的事件，没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之前有陈情或者是吵架的状况，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民众陈情，民众对于权力这个跟政府这是不一致，这个很常见，各部会都有了。有大概是哪些面向吗？比如说针对数发部的哪些政策执行方面，之前的陈情？这个太多细节，我想这个就是可能要了解一下再说。好了吗？可以再帮我还原一下当时情形，是这名男子他冲进去之后，那现场的同仁是处于一个很慌乱的状况吗？没有啊，还好，我们同仁就立刻，因为他一进来的时候手上就已经持枪，所以我们的同仁就立刻，我们的警卫同仁就立刻就是直问他说要做什么，那他就开枪，所以我们同仁就立刻通报楼上，然后要去，然后也开始进行后续的处理。所以他是先持枪，然后才开枪，他不是一过来就开枪。一定要先持枪才能开枪。就他不是拿着枪进去，他是拿着枪进来啊。直问之后，你的问题是，他有先对话吗？他一边走一边拿枪一边讲话，他没有问话的意思，他就是讲他要讲。了解，那男子的状况看起来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们不做判断，好不好？这个交给警方判断了。